这个艺术节大家记得，年纪比较轻的小的孩子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老县长陈唐山任内开始开启的啊，然后在历经了苏焕智县长，接下来的赖清德市长啊，以及到李孟燕代理市长，一直到我们传承了这个非常具有文化气息，而且能够让啊好朋友一起来观赏到国际具有国际观叫好又叫座的表演。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未来会用更多更多精彩的表演来让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共同来观赏。祝福啊，今天虽然是画下一个啊完美的逗点还是句点，但是至少是一个惊叹号，让大家觉得非常好，非常怀念，也期待所有的表演团队对我们台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未来常常来台南，我表演的时候来表演，我表演的时候来吃头，都欢迎啊！祝福我们今天的典礼圆满，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哦，有没有掌声鼓励？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李宗翰议员来到现场，掌声鼓励啊！谢谢，掌声啊！谢谢议员，谢谢李宗翰议员，也非常谢谢市长。我们知道市长在艺术节的期间不仅出席各项演出哦，同时也跟我们的观众非常积极的互动，再次谢谢市长，也带给我们最棒具有国际水准的表演。当然呢，在今天我要正式的宣布了，我们2024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闭幕典礼正式开始。So here comes next the 2024南宁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 Closing Ceremony.
谢谢。